你手机的相簿第一张照片是什么？笑得很灿烂。为什么？这是在 motel 里面。你竟然拍情趣用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伟，我叫哲，欢迎来到开箱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参加南投绕境哈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外景任务。没错，我们来开箱 YouTuber 们手机里面第一张照片。你确定大家都想要给你看？而且感觉蛮隐私的，对不对？很害羞哎、欸。如果大家一次拿出来那个相机，那个相纸是很多的哦。可我们不能这样子，我们光说拍别人不行。怎么样？我们要先自己先讲起来。我的吗？可以我可以，我的就是我要投我的就是昨天晚上的照片、啊。昨天晚上什么？在饭店的什么？昨天晚上绕境的照片。我有我的是这张，我的你确定是第一张？真的，这是我的第一张照片。真的没办法再滑，你看可以往右，可以往那边滑。你这样没诚意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直接亮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你看我的第一张这个。你是 C 好了吧？太多观众的截图了。对，我本来就很多观众截图啊，你看我们的赖贴图。因为我刚刚一早就是忙着送大家赖贴图，对，我们的赖贴图，要快下载，快下载，快下载，而且很多好用途。来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下创作者们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喽？我跟你讲，这边我蛮好奇阿迪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。哦，我们等一下先去看一下阿迪。好 ，Let's go。你的手机，你手机可以先拿出来吗？你手机的相簿第一张照片是什么？第一张乱拍照，第一张。我有截图很多。你昨天有乱拍照吗？截图什么？没有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就真的自拍啊！你看被我猜对了，啊，这完全不意外，就而且今天装扮，就早上来拍的吧，啊、就是你刚刚那个还很惊慌，啊、害我想说，昨天晚上那一套，对啊，我要去302那一套，哦，你有看到哎、欸，那是我的睡衣，我想说，你为什么要寄人家睡衣？变态，昨天蛮性感的，对啊，怎么不是那个自拍？对对，我是帮大家模糊，你还真的要好啊？你说睡衣吗？我昨天有跟一只狗狗拍影片。很可爱吧？这关那个你的粉丝的狗狗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本来想说会有很劲爆，但没有，还谢谢雷拉。照一下福利照。福利照，这很当片头用的。给你们那个就是比较劲爆的照片吗？封面。啊，但我最近封奶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奶照。你现在会讲这句话？真的啦，我封奶啦。那你六不是那个是啥？六不是那个不一样，公司需求。哦。找不太到哎、欸。你不要装哦，他装滑半天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，你自己问我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奶的照片？没有了。我看到那个，我有自己做的那个贴图，然后我发现哦，你有贴图，就是那种微信，你知道吗？给你这张很可爱。哦，哎，6/23，哎，真的哎，被你讲对，你说你刚不是说你不拍了？对啊，就很久，一个多月。对，这次而且就是在家才穿这样。哦、好，谢谢雷拉。给观众，给观众。刘佩，我要开箱你的手机，你的相簿的第一张照片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，最这个吗？你说这张吗？相簿第一张，这张嘛。你不要再鱼竿，真的会打爆你。Yeah。因为今天早上可以看的吗？可以。今天早上是啊，又是可以看的。对，因为是分享配对的 IG， 所以啊，这样跟我一样。真的耶，大家都会截图，就是观众的 tag， 然后去转发。因为我每次 po 任何的 IG 限动，我会让它自动下载到手机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它都是 Pokemon 的，不跟昨天绕境的东西。还有到这个孵蛋的部分，没有进去就是。对，哎、欸，没有吗？哎、欸，昨天晚上毕竟你们两个也是住一间嘛，没想到竟然都没有拍什么留念的照片。有啊，这个扛照。Megan， it's you。哦，你有去体验那个耶？对，好玩吗 ？It's so heavy。哦，很重吧？对，所以其实照片都可以看的，没有真的耶，你的好，他的相簿好单纯啊。好，谢谢刘佩，太单纯了。很无聊 ，sorry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个，好，我找一个很棒的。加加，哇！好，我们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，哎、哦，如果这支影片还没有看的话呢，这里有连接，这里有连接，赶快去看一下。很简单的，这是你刚刚听到的主题。听到已经偷偷删了吗？我要检查。好了，田妞，我要来看一下。我刚真的没有想到。哎呦，每个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相簿果然还是一个蛮隐私的东西。我觉得还可以。你好多漫画，你也太多漫画了吧？我想要刺青、oh. 所以我先去收集那个漫画图，因为想要刺那个漫画， oh. 我想刺藤武和吉贝尔、七龙珠的，好险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
给我们观众看最新。哦，好，昨天蔡哥晚上问我说，你们那边的局还好吗？我说人很多，我就现场拍一张、哦，有点类似绕境完的 after party， 然后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吃吃东西，而且没有什么大意外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完全没有想到，还应该准备一下，跟刘姐讲。谢谢了解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就直接进攻进去。阿弟你在干嘛？你可以不要清理吗？阿弟不要死，你在清理？不要截图，他在守门。刚刚草爷来，你故意拍的吧？不到五分钟前呢、欸。这个我会随时留着走的。昨晚的呢？倒数到今天十二点前的那张照片，那笑很灿烂的。为什么？这是在Motel里面。嗯，我知道。因为我觉得很新奇。阿弟，你为什么要拍情趣用品商品路？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。你仔细看这里，我有看到上面有保险套，我们房间也有。那我是问你，你有把它翻开来吗？不过稍微研究一下哦，那、这个价目跟有什么服装、啊？我了解一下这个市场所新的世界。天哪，哈兹克西。那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就这样啊，蔡哥自肥啦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直接也要看一下蔡哥的。你说他阿弟的刚刚有吓到我，稍微吓到我。很有诚意吧？有很有诚意，对不对？阿弟竟然拍情趣用品，对，这个标题很好笑。但是我要讲，我不只拍那个，就是我房间哦，房间就是周围都有拍的，懂懂。这边我们会剪掉，不要剪掉，我不只拍那个，我有拍 B， 然后换蔡哥这样。我是录影哎。哦，真的哦，你录房间是不是？对。对，昨天我一个，那个是谁？那个女生是谁？什么？房间有别人？大哥，浴室有女生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一个人住，好可怕。我会先看床底，我进去先拉床底，我不敢看。他会看窗帘，如果有大窗帘，大窗帘。他会看一下，就阳台。我不要，我越看越可怕。那你昨天有看电视吗？我把电视开整晚。请问一下上面那四个级数，你点了什么？阿弟有看电视，我一打开就直接是 porn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可能他进去不是都四个级数给你选吗？没有没有，打开他就会是上一个人在看什么，他就直接是了。他会因为住宿是谁就播什么？对，会会会。我们没有播东西，你们是屁啦。所以你有马上就是，哦哦哦，天哪，赶快把关了。还是说你就这样子先看？不好说。你们的手机。都还蛮单纯的，谢谢蔡哥谢阿弟，那两个美女包夹相簿最后一张照片吗？笑一下，就是最新的那一张，你们拍了些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粉奔，你们是套好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就是这个。这是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前的最后一张照片。凌晨十二点前，这是今天的开始。十二点。哇，这拍这黄华都是自拍啊！看这一整排都是自拍哎，而且是同一个表情哎。我刚好在床上自拍。哇，全部都是合照啊！全部都是合照，你们的相簿都很单纯哎。单纯吗？对啊，因为单纯都隐藏掉了啊。没有了，相簿就对。可以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桌面为什么是一个裸男？身材很好的裸男哎，动画的作品好不好？竟然不是大奶妹，是这个，是我喜欢作品啊 ，FGO 的，可以可以，啊还要 touch， 哎呀 touch 啊，你还要还锁账户，等等，黑鱼你的照片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？黑鱼我头痛，这可以上梗图哎。我真的头很痛。我昨天晚上喝太多，我今天超宿醉，我一大早起来，我全身酸痛。这个太可爱了啦！我还行啊，我还行，我手机没锁，不该看。真是的，大家如果还想要看我们开箱更多人的手机的话，赶快这波按一下 like 给你分享。只要超过5000个 like， 我们就开箱更多人的手机照片，顺便可以挖出一些就是更隐私的东西。哎呦哎呦，谢谢黑羽，谢谢黄兄弟，记得订阅、分享还有开启铃铛哦，可以哦，也可以做我们的 Facebook 跟 IG，Facebook 来追踪。黄兄弟，下次见。拜拜拜拜，你可以愿意可以陪我做一个东西吗？好，可以做什么？就是结尾。好，可以啊。黄兄弟，黄兄弟记得订阅、分享还有开启铃铛哦。哦，好像有。来了。